家宅。人应该在这两台中间。有跑的。哦，这个就是血祭品哎。哎，这样没中。这样没中，刚刚那一刀感觉应该会中的说。我装好慢啊。哇，好远！哇，开台了！我刚想要蹲在这边，没有看到人。还想蹲草丛啊！还想给我蹲草丛啊你！在那边搞！OK， 血祭品换为血龙，我知道。可是我刚因为没有看到他的那个气场，所以我就没追。我刚讲说没有看到他的气场，我就没追了。机长，机长，给我看机长，给我看机长。没有看到那个人呢、欸。那另外一个人呢、欸？那个血楼怎么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？我看不到他的气场。那边有一个人。这个血楼怎么一直在那边救，但我都看不到人啊！只能追，又只能追这个人，那个血楼都躲起来，找不到人呢、欸。
找到了血祭品。算了，先不追。找到了，可是他的天平没了。找到人，但他的天平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没有了，血楼在上面，我看到了。三次都是他，对啊，他超可怜的 ，P1 那个人，因为救他那个人没有出来挡啊，我到处听就只能听到他的哀嚎声啊，没办法，我就只能先找他开刀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比较倒霉一点，因为我听不到声音啊，我只能听到他的声音。好 ，OK， 找到，我在等人救他，等人救他，我要飞回去。还是没人要救他，真的假的？等人救他，我要飞回去砍那个血祭品。救啊！快救那个人啊 ！T 四，快救他！哎呀，给阿妈咪哦，看看哦，快救他，不要再蹲了，快救！看他怎么死了！哇，怎么死了？好，快救他！快点，救他！快救这个人！快救这个人！救这个人！救这个人！对对对！P 四我好像还没看过他哎、欸，我目前还没看过，有了，我怎么没看到气场啊？所以我一开始就按那个嘛。应该还在附近。欸，我的那个不是会换血祭品吗？怎么没有换啊？完蛋，这样我看不到血祭品的气场欸。完了，我技能没发动。他不是救人之后会换血祭品吗？啊，血祭品这样子就没了、哦，这个技能就没有那个启动时间了、哦、啊？真的假的？就这样。哦，勾上的是血祭品才会换就对了哦，所以我这套技能机没有办法用就对了啊，那没嘞，那我刚才想说让他救的说，好吧，那也没办法。哦，还没有走这边。哦，那我要让他压板嘞，我要让他压板了，不行不行，我要把他找出来让他压板。你还在给我慢慢蹲啊，大哥，就你在那边给我慢慢走。
这个人是不是钥匙啊？我在想，我刚好像看到他有钥匙。他有钥匙吗？啊！感谢单身两千年无私感，感谢感谢。没人。我靠人了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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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找到。OK。没了啦，他们都没有了啦，都没了，都没了，这把没了，这把完全没有毁灭跟轻易肉跳欸，还能把他们四杀，还不错欸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怎么打头？有。哦，你最后的打头让我看到你的气场啦！我在他这专门聚集血祭品的，你还敢打头啊？打头变血祭品，你就什么都被我看光光啦！笑死！他打头够让我看到气场欸，我都知道他往哪跑了。这个血祭品聚集流。哎呦，没压到，好可惜哦。2758没办法，他们是比较不会玩的。这个还带红钥匙，想要开地道，但是没想到吧，找不到地道，他们全都怕的要死。两只带猫怕的要死，不对，三只带猫怕的要死。